今年是台湾文化协会创立100年，将为水文化基金会除了办展览以外，今麦搁伫咧台北嘅大稻埕白地顶，了解到将为水伫社会运动思想推广嘅拍拼，嘛打造100年前文化协会重要据点大安病院嘅模型，带大家登到历史现场。咱这个模型哦，是以1923年八月啦，八月嘅迄个历史现场啊来甲做出来。模型呈现出台湾病院迄阵的模样，除了顶啊卡去抹布纸，内底结晶，啥物人物在创啥物，建筑物的建材等等，予参观的人对真侪角度看到当时的故事。譬如讲，韦水先生的看病，跳感觉大医上有名一篇文章叫做《临床讲义》啦。看病以外，吼，伊搁在看这个社会运动的这个。报纸啦、杂志啦，啊，变那个写文章啦，啊，拢个表现出来。张伟水基金会表示，模型经过长时间的考证制作，台湾病院会使讲是结合病院、徛家、台湾民报总批发处，还有文化活动的据点，内底嘛以37个人物用红啊来展现历史。另外，伟水也站地牢，今嘛嘛无记张伟水迄阵开的文化册局意向做地点。咱即摆来讲吼，伊即个叫做精神内科啦，就是讲迄阵爱精神、爱思想的启蒙啦吼。啊，迄边有一个骨科，骨科就是讲日本政府甲咱打压，啊，咱骨头拍断的阵颠倒用。用迄阵文化册局进口真侪社会运动甲思想的册来了解蒋渭水的一生，除了伊爸嘛，伊国的志观、相关资料、相片等等，让外界搁较知影即位日治时期文化协会重要的人物是安怎来推展伊的思想。记者陈阿文、许凯台北报道。